常听到一些往生的事例，啊，预知时至，提前做好了必要的准备。弟子想知道，他们一般呢，提前几天预知时至，这个不一定。啊，那么像台中李老师，他是两年前就知道的。啊，我怎么晓得的呢？两年前有一次在讲经的讲堂上告诉大家，啊，讲华严经，就是我讲经啊，再讲两年就不讲了。听众啊，听到这个话跑到台北来问我，老师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说，他老人家一生呢都是讲经，两年不讲经啊，他就要往生了。真的是两年啊，所以这个事啊，两年前就预知了，就晓得了。啊，那我们在《坛经》里面看到六祖大师啊，是一年。他在往生一年前派人到家乡去造塔，准备将来自己往生之后啊，肉身放在塔里啊，就派人去做这个工程啊，一年的预知时至。通常一般多数是三个月啊，那功夫再差一点的时候，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，啊，一两个星期之前晓得，啊，决定时预知时至，啊，那个预知时间的早晚呢，与自己的功夫有关系。